网的每日一词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打扮，遮盖，打扮，遮盖。我们先用遮来造句。나딱반没用 television， 你把电视遮住了。나딱반뭐用 television。接下来用盖来造句。딱반몽모부디앙보데，你把瓶子盖好。딱반몽모부디앙보데。我们复习一下。딱반遮盖，딱반你来试试。请大家继续关注每日一词，我们下期见。关注飞龙网，更了解菲律宾。